哎、欸，我昨天在想这件事情，既然有声音哈，既然轻松生存是防爆的话，那其实可以这样盖、欸，就是可能圈个三四只同样颜色的羊在一间，然后就可以一直连闪了、啊。嗯，其实我这个才刚，今天昨天好像。盖个5分钟吧，就想说怎么弄，然后弄一弄，弄成这样子，然后马上就有这些羊毛了。你看，它这样子，它像爆米花的。感谢绿茶牛奶的持续支持。你看，刚马上又有快30个了，就这样就好啦。看一下有谁哦。哦，我想到上次有一个长得跟我，我好像说长得跟我堂姐很像的一个干爹，好像不见了，就再也没出现过了。我来看一下哦，绿茶的男安，这是谁 ？L A U Y U I C H I 安安，蔡李瑞安安，空余安安，飞翔安安，啊谁？马蹄安安，哎、欸，怎么念啊？是马蹄吗？也不是啊 ，M A R T I 安安，王英安安，潘元的安安，文字安安 ，J R L I N G 安安。哎、欸，我是有问过你怎么称呼啊？林什么？啊，完了，都忘光光了。简嘉诚安安，李赫赫安安。那特地开了一个防爆地图来测试那些可以防爆使用的东西。然后后来我想想，这个，选项显示设定。这个因为我们就是在基岩上的生怪嘛，所以我们可以不用压制它。那但是我们昨天盖的那个啊，显示设定就是没有压。没有好好的压它，所以怪。可是你看哦，这样怪感觉升的没有很快。很小，附近有77只，显示设定太高了，51嘞，也是77，五，算了，那后来啊，昨天就是一直在修补、修补、修补。补一补，先啊，先显示，关到最低，然后我们换这个，换到这里，你们猜猜我在哪里？你看这效率，这效率不输那个哎、欸，基岩上的生怪、欸。那因为昨天在补这条玻璃的时候，你看就是这个小鸡。我想说，怎么就是会有几只烫不死的？那这个真的没办法了。我这个已经，等一下哦，我记得上面有打火机啊，我们用吗？
等一下，我怎么没建材啦？怎么可能？哎、欸，等一下哦，有问题，我上去看一下。啊，本来是挂在这边嘛，可是挂在这边就是都看不到啊。啊，对，明明就有火啊，啊，怎么鸡烧不死？傻眼。来，我上去。然后我看留言，那个就是我昨天不是半夜有 po 一个文章，一篇文章啊，知道了啦。我本来想说，好，我知道了，小猪人是从上面这边飘下来的。嗯，然后去捡地狱石。然后我昨天就是盖这一层的时候，发现他们也吃得到这个蛋的距离，所以我就又生海龟蛋起来了。嘿，好，来下去看看怎么办嘞。开进去杀了。在上生物课，生物就很简单啊！你看，就像这个，我们刚才吐蕃发言，有人觉得简单，有人觉得难啊。我、哦、真的好想开观察者上去看，然后叫一个人站在这边，让我看上面到底是生什么鬼啊！啊，慢慢慢慢慢慢。
还有谁？神木安安，好，没人了。没有，因为主要是有一个猪人，就是他骑那个小鸡骑士嘛，就骑到一半摔下来没有死，没有死就留在这边。然后想到怎么办，那我就接个管在隔壁这边，再放一个海龟蛋，然后下面放那个仙人掌，让他就是引过去，然后在这边一直戳戳戳戳到死。然后昨天也把这个围栏围起来，然后把这个补高这样子。你看，像这个小猪人，可是要等，因为他不知道为什么有时候卡 M 卡超久，然后就会看到这个，然后就走过去。我感觉他现在是看到，但是走不过去，他被一大堆猪人卡在这边过不去。他都看不到啊！不会吧？我昨天弄的时候还正常啊。啊，这是昨天，就是盖好之后，在这边整修，整一整，整一整，整到这边的量。他不过去，我决定要去弄凋零花了，气死我！然后有人就说铁巨人塔会消，不，猪人塔会消失，然后就消失没差，反正这种好盖。这个只是2层的量欸，我要盖个3层4层。然后我先插个药，看一下哦，外敷药，刚插过欸。怪，都是小猪人，怎么就不过去嘞？这样让我很丢脸呢。啊，好啦，今天到底要干嘛？今天还要干嘛？不知道要干嘛？选项。今天要干嘛吗？海底塔不可能啊！我不缺海底遗迹的素材，海灯笼我没兴趣啊。深海鸡的素材我真的没啥兴趣啊，而且最后还有一大堆鱼，虽然可以交易啊，不过后面都是拿去扔掉了。还是干脆棺材，我去运动好了。
没修。夜妹正次哦。哦，还要说不缺萝卜是因为这样子啦。嗯，萝卜熟了没？还没啊，管他的。嗯，改在这边好了。哇，要缺红石啦，要换红石啦。要缺红石啊。自动机关哦，没有哎、欸，现在好懒哦、喔。反正今天是想说剪完片去健身，就剪完已经快两点了。那两点如果太累的话，晚上又没办法开台。嗯，这个要两个投资期，侦察者，再一个，然后。然后没然后了啊！发射器，感谢老 G 的50颗星星，哇！哎，我村庄英雄又没了、哦，很烂呢。1、2、3，村庄英雄不是永久的吗？选一下哦，在要干嘛？水桶，随便一个楼梯，OK， 没错，弄错了。
声音好小声哦，那样还是没播 BGM 那样哦。好了，就是这样子。那再来是，控制感。啊，我没活塞了。我有没有史莱姆球啊？没有。哇，好吧，没有铁，铁儿啊，不然挖史莱姆的地方好了，拿骨粉。萝卜就这样完成了。
啊，来挖史莱姆的吧。那我们去地狱把一个烽火台带回来。我应该只盖两三层而已的那一种。哪一个没有用啊？哎，没有带走了哦。看一下。啊哈！哦，聪明如我。家吗？家还好吧，就只是那只鸟在叫而已啊。不是还要再打？哦，没烽火台了，要再去打一个哎、欸，糟糕，有吗？这里有吗？没有。要再打了。感谢捷云，感谢感觉不错，捷云安安。然后听到提示声音，看到你 ID， 第一件事情就是感谢你，有没有？坏习惯。要打一打嘛，这样打一个就好了。得得了。不是哦，那提示音跳出来，我怎么知道是干嘛的？
哎、欸，我没有立 flag 哦。丢。哒哒哒哒哒哒哒，拿三颗。一二。我不是这个意思哦，放假了，恭喜哦。不然这颗打到头的话，没事，我不敢，我不敢。我在吵什么啦？感谢杰云的2000颗星星，然后消愿我们续订的啊。你想换名字了？可以啊。没有，不敢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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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也是每次立旗都每次很准的那一种，不敢了，不敢了，真的不敢了。叫魂哦！无意间，哎，我上次就已经准备好了哦，哇，看一下怎么摆的哦，哦，好。基于怕下一个我忘记，来下一个我帮你准备好，就这样子。另外一个我，好，我们就去和和什么鬼啊？我好像需要去挖黑曜石，哎，好像该挖一下了。黑曜石快没了。浅浅今天吃什么？你怎么不说浅浅之前都吃什么？都不叫了。我想知道他吃什么才不会叫啊。玻璃。黑曜石不够了。煤炭砖。好啦，喝了啦。这里。哎，来看一下史莱姆坐标。我是打算挖个通天的啦，就是一个 chunk， 一个鼻子往下的。那至于那些。东西我应该就不留了吧，直接烧掉了。嗯，来看一下位置哦。找方块，然后我们这个位置是在993、991，我记得这附近有一个啊，而且还蛮好的。993负991，
哦，有真的有个是很棒的一个梯形的哎，看一下哦，这是多少？负九九七六，负九九二，负九七六，负九九二，负。这里九九二，哦，这一块，还有一个施工的东西，用什么嘞？因为之后再往外三格，所以开挖吧，三，哦，丑死，正在一边吃寿司一边跟台，啊，还是我明天假算了，明天我没有车，我明天本来就是说想去健身，可是想到啊，我明天我没有车子，我就只能用走路的去健身了。我看一下哦，影响范围呢？三。五七九，放这好了。五，吃个 buff。
昨天挂了还是在睡，哇，那有没有睡饱啊？这才是重点啊，有睡饱比较重要啊。哎，等一下，我看一下有坐标。因为我想说，如果我这边也是生成的 chunk， 啊，这里哦，这里是多少？九五零负九五九，哦，没事。哇，真的有一片是快完美了，它是一个梯形，真正完美是四角形，四个四角形。好了，好，没有定。啊，我们可以整多久嘞？丝绸之储修，我们坐外面这边还要往外三格挖掉。好，先开挖吧。沙子部分就是。哎，我明天不一定会开台哦，真的是不一定哦，可能剪完片就走路去健身房吧。虽然那健身房真的是有点说远不远啊，只是健身完之后会很累。今天Amigo玩什么？一款Steam上面躲猫猫的游戏。那款出很久了，我想说那个出很久，好像都没有人什么反应，应该是大家都没兴趣吧？因为那款常常在那个Steam的页面上面出现，它是一个有点，怎么讲？你们知道 Fall King 吗？对不对？画质有点像 Fall King 那一种的，那种很表面很粗糙的那种。抢汪汪的游戏什么抢汪汪的游戏？
好，圣母，拜拜。真的，可以死啦！哇，满了，就这样满了，扔掉，扔掉。哎呦，囤太多。猜猜看，我们五点前可以整到哪里？全部整完。我是说抢汪汪吗？我是说一款躲猫猫吧。还是你是讲反话？你讲反话吗？我是说躲猫猫啊，其实我也不用补啊，因为早晚还要挖开，白痴哦，补屁呀！哦，散藏烟其实可以卖钱呢。啊，算了，我不缺钱。你是散藏啊？我在干嘛？天哪！啊，继续挖。还是你们要看这张图那样？这是什么图？属性？哦，不是，桌面。好啦，放这张图。乖。很早之前不是有个换长颈鹿的吗？那时候我想说长颈鹿就还好，没有想换。
那长颈鹿对我来说就还好，没有说到很可爱。给你们好了，来啊，来啊，绿宝石，拜托。我的货币叫绿宝石，你们的货币叫台币。啊，看这绿宝石就真的不缺哈，再随便去骗个村庄英雄，就更多绿宝石了，是的。晚点要去继续用村庄英雄了，经验值不够了。我去存一下好了。汤包包早，汤包包早。刚刚东西给掉，给到。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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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嘟，一二。昨天洗澡，就洗澡，跑去就松手，跑去洗澡，然后挂了这些石头，差点把我的石头只是弄爆。虽然我觉得爆了不会痛啊，再去买就好了。哎、欸，我真的觉得这个发音好不像我啊，东西没了，再买就好，再买就好这种。超不像我的发言呢、欸，我就是真的很乞丐啊，什么东西都很省着用，爆了也要把它弄到好。嗯，这个先放这边，斧头、幸运镐应该还不用，剪刀放这里。你看我身上都带一些废物啦，看，什么没有废物最多？而且一个人的话，一呛可吧，一呛可的那个史莱姆就够了。虽然我还是想贪心的用三个啦，可是嘞，不是三个啊，四个啦，就看起来效率比较好嘛。教主会自己缝衣服袜子吗？以前美术课会缝啊，可长大就没再缝了。欸，拜托，乞丐可是会缝东西的好吗？所以我才做裁缝啊。欸，很合理吧？我都想好了。他们说，欸，你乞丐就不能有工作啊？我说不不不，乞丐就是会缝衣服啊什么的啊，这才合理啊，对吧？乞丐衣服坏了，谁要弄？中断有吗？有断吗？断了，好，就是串流。一二三，一二三，
有了哈，没有重开了。哦，还好看聊天室，不然我挖到忘我。好，那个刚聊到哪里啊？哦，聊到乞丐就是要缝衣服啊。然后我就是想说，用羊毛嘛。反正那时候也是刚好就是要决定职业，再加上就是那时候在用羊毛，就想说单人生存的时候就开始在搞那个自动羊毛机，那就想说那刚好可以兼差缝东西。会学团团一二三一二三吗？不会，会学他，他一二三，我们才有一二三啊。欸，很多时候我都很爱学一些奇怪声音啊，就是人家发出一些怪声音就跟着学。我们等一下打突袭吧，我需要修脸，没有修稿。我有说吧，我其实最爱喝的东西就是铲子了，因为铲子挖得快啊，声音又好听。而且，所以我 UHC 几乎啦会做一把铲子，除非我那时候忘了。就是你看啊，你用木头去挡人，或用石头去挡人，人家都有镐子跟斧头。啊，不会有人有铲子啊，所以我有一届不是差点当击杀王，就差点拿冠军那一届，在林地那个宅邸的时候，然后那时候补泥土，被一群干爹骂我低端，会不会玩啊？怎么放泥土？我说靠，大家有镐子有斧头，你不放这个，你放什么？什么大鹦鹉？不是哦，那时候养鹦鹉就单纯觉得可爱。看可以换钱，等一下，换这个。哎，石头可以卖钱哎，没卖过。红色陶土石英柱，哦，大师了哎。我想要肤色粘土，所以我还要搞一下这个欸。啊，花岗岩他没得卖，好吧，他只能散场岩，可怜，丢掉。为什么鹦鹉可以换钱？什么鹦鹉可以换钱？啊！等一下，我跟不上你们的话题，你们在聊什么？是聊我是聊跟我有关的吗？几个字？他是人吗？安三言哦，擅长。安山，你只会抓台主讲错话的时候，哎，那我还蛮好抓的啊。只是通常抓我错字的，我都不会想理他们。就比如江江啊，自己最常讲错话，啊，又却最爱来抓人家讲错话。对吧 ？HTT， 你有在看台的话，
还是用 TNT 来爆啊！天哪！我刚刚说哦，鹦鹉可以换钱呢 啊！没有啦，我刚刚讲什么鬼啊？石头可以换钱，没办法啊，刚刚就是聊鹦鹉的话题，又聊就接到换钱这个东西啊，没修。我操，太深了吧！哎，也可以啊，没错啊，轻松生存的鹦鹉可以换钱啊，你没看到？我还差一个唱片就可以换钱了，只是为什么他们探废矿没有把唱片带回来啊？怎么可能现在都不会有唱片了？是不是？不要逼我养一只枯工，然后盖个苦力怕生怪砖哦，怕。对吧？唱片要地牢的生怪装，嗯，地牢的吗？那个有吧？那个什么废矿也有吧？哎、欸，我来，等一下来个赌注，来赌，来赌，来赌，我们就来插，来啊，也不行吼，没有那种下注系统，是多想赌有没有？有没有想说咳咳，我想说那个下面会有几个钻石这样子。就50-15这样子啊，如果是之前玩那个退取的话，就可以赌点心啊，哥这个不行。嗯，然后说赌输的就要给星星，这样最大的赢家还依然是我，有没有？赚钱赚起来。嗯，好，我们去打突袭吧。哎咻！看一下哦。不然就立 flag 之类，比如挖到钻石就什么什么好，我挖到一个钻石，哎哒哒哒哒哒哒哒，一个钻石就给我，等一下 H 给我钱，一个就一倍，十个就十倍，如何？
敢吗？什么开车？我哪里开车？要说还没开始啦，等这个打完啦，等这个这一波打完，我怀疑你开车，但我喜欢。感谢杰云的1000个星星，哎、欸，你吃饱了没？你吃饱再来。三等。好晕哦！你在啃蛋塔了，哇、哦！我最近还是好想一直吃章鱼烧，不知道为什么。想吃章鱼烧。哦，六等了。不知道修稿子吗？还没换。没有啦，打这个经验值还好啦。修稿子要用那个啦，交易来修啦。然后对啦，我忘记换了啦。抱歉呐，显示设定。抱歉呐，我忘记了。哎呦，走错门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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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啦，三合寿司24罐，还有4个蛋挞，哇！你都吃什么啊？啊，对耶，说要把一个村民运上去，好，生一个村民，把它关在上面，加一个床。我很不想ban你，你不要逼我。你那边带头当乱源，我还吃芒果布丁呢。
应该是芒果芒果果冻吧？怎么是芒果布丁啊？不懂，而且真鲜芒果布丁。哇靠！这声音好母汤哦！你们不要乱想，我只在吸果冻而已。圆若云安安，干这声音好母汤哦！还要再听吗？欸，今天的精华一样要戴耳机哦，拜托。要不是因为音效包的素材太少，不然我感觉我可以剪个一分钟的。没有我的音效包啦，我的音效包。我觉得自己的很少欸，我都在学人家讲话或当乱源而已。欸，好好吃哦，那个芒果。你们什么都没听到。放这边好了，这边比较少在用。你们没听到。好，那个 Windows 的那个防毒软，那个萤幕保护程式。好的。然后碰到这边啊，我的那个就会自己吸，这样子。这为什么会吸这个啊？这边是干嘛吸呀、啊？你看，会突然一个卡的突然吸住。哎，太久了哦。有扭扭，旗帜，冲啊！好玩。今天下午还有什么可以玩？哦，没有了，对不起，我不敢想了。选项，可是重新命名。开车生存，确定。还是你们要看这个？这个上次看过啦、啊，这就是我最近的近照啊。属性浏览，算了，不要了。啊，我放这个。这个超片的，这个就挡在中间，有没有？这个很棒啊！我不然去找个 GIF 的，然后中间是那个转圈圈的那个好了。哦，太大了吗？要这样子的这么小，是不是？太大，我不知道啊。欸，我的萤幕看起来就是小小的啊。
那、啊、这样是不是这么小？啊、还有一只嘞，哎、欸，死完了。可是你画面在动，那我就这样子。属性，找一下有什么可以玩哦。不然放这个好了。啊，顺便把那个素材丢进去好了。嗯，桌面剪片素材剪下，嗯，剪片素材贴上。不是啊，有延迟啊，哦。我的电脑低潮，剪片素材。追五周年了，怕下个月要成年了。哎呦，长大了哦，恭喜你长大了哦。哎、欸，这么延迟哦，延迟！哎、欸，好延迟哦！来，开始倒数哦，一。好，听到一打一哦，啊，听到一打二哦。要打二哦，白痴哦，不是你啊，你马上打二，好，那打。哎、欸，延迟15秒，哎、欸，15秒还好啊，15秒还好哎、欸。我还有很多很好玩的图，我本来都要用到影片里面的，都没有什么可以用的。属性，这个开启，完成。我靠，这太大张了吧！妈呀，这也太大张了吧！哎、欸，这超大张哎、欸！像是多大、啊嗯？FB 不能跟 YT 一样几乎零延迟。别人的台有办法，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我的没办法。我是先看到你打字就打了，我知道啊，我知道你，我就说你不算嘛，所以重来嘛，好。不然看到这个打多少？打一打零打零打零，看到五打零哦，准备了哦，三二一，看到五就打零哦。我看延迟多久？我看我自己后台的好像只有10秒吧。那才10秒而已耶，没事没事，测试完了，10秒延迟，10秒还好啊，那这样还好哎。剪片素材还有什么可以看？替我导看一下哦、喔。嗯，我有什么可以玩的啊？
剪片素材啊，怎么会有 LINE？ 新增档案啊，这是什么东西？欸，跟你们讲哦，这个是隐藏贴图，这个贴图本来会在想要不要上架，然后被拔除的其中一张。这个是当时在犹豫，在挑贴图，在想哪些要用，哪些不用。属性浏览。然后还有这张也是隐藏贴图，没有，应该说淘汰掉的贴图。可是我就觉得这个好可爱哦，嗯，然后还有这张。没继续支持还能用吗？我不知道哎、欸，理论上是不行啊。哦，之后淘汰掉就是因为不够用了，不是不够用了，就是那时候画了24张我的贴图跟24张那个包兔包子的贴图。啊，当时就是跟一个什么，公司合作之后，那公司就突然不见了啊，所以剩下的贴图自己拿来用，就没有啦，没有然后了。我记得教主，你前一次不是有画一张田伯里的图？有啊。那个在旧的电脑应该没有库存了，要粉专找，要去粉专找，不在这个电脑里了。没有那么多时间画、啊，我现在没有的就是时间，有的就是压力。我以前画这张也是爆肝在画的哎、欸。哇，对呢，这么大张，就是这么大张。以前鱼竿的明信片，你用那张当桌布哦，哇哦！虽然我比较喜欢这一张了，这张的阿帕，这张的三只猫咪，小空岛，哎、欸，反正之后还想画其他版本的，但就是一样没灵感、没手感了，画不出来了，被榨干了。哎、欸，突袭好久哦！找一下哦。哦，这个到了。哎、欸，我真的很喜欢这个哎、欸，感觉很棒。我应该开个聊天台，然后把这锁在后面的。
对不对？可是后来我发现我右下角那个瀑布有点画错了，应该再细一点了，它变太宽了。好，我们去地表看一下吧，看村民死光了没。我靠，太多了吧。哎、欸、不是，如果有一只摔在那个洞里面，我很痛苦哎、欸。那下个家莫出来了、喔。请问这是什么？我怎么会在这 ？Excuse me？ 啊！怎么会有兔肉？请问一下，为什么？我就问你为什么？在上面杀人了，这样会让我看到兔肉。也是啦，我当时就在想说，会不会兔子跳进来？胜利！放烟火，放烟火。好啦，来修稿子吧。还有什么要修的啊？没了。好，修稿。又断了。